因为大倩，你就说连可能劈腿这件事不是你的感情地雷，那你碰到什么事是一发生你就立刻要切断？自以为是啊！我觉得我第一任交往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他有一次叫我帮他晒衣服，然后我就帮他晒，然后晒完之后回来就看到，他就说你怎么会这样晒衣服？你这个扣子要扣起来啊！你是不是不会做家事啊？是不是白痴？真的，就分手了吗？好，那时候就是我们就去河滨公园散步，然后就是散完步之后整个很浪漫，我就说。嗯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当朋友。这是美景下讲的话。对，没有，他就说好啊，因为我觉得说你要分手，我觉得不要在一个很你们关系很糟糕的时候分手。嗯，哦，是你们在没吵架的情况下。对，我觉得要在，因为我如果是我们刚吵架完，我虽然很想跟他分手，但是我不会在这种时候提分手，我一定是在觉得我们关系 OK 的时候再提分手，人家才不会互相恨彼此嘛。那他聪明，温良恭俭派。对。